搬光光可能看台了，我也觉得对面有看台耶，那有点鸡掰，对面有看台狗。哎，你对面的看台狗打个积分要这么没品吗？那你这样子看台上来，那你过几天又会下去啦。要开就不要怕人家看，我没有在怕人家看啊，所以我本尊打积分不开台啊。但是我的队友会被影响到，是我怕被人家看吗？重点为什么台湾人都很喜欢去检讨受害者？像是人家被性侵，你们也是检讨啊，被性侵的那个人怎么样怎么样啊？我们开台，对面要败人品，当一个看台狗，你却是检讨我们敢开，不要怕被人家看，而不是去说对面的人品很烂。我觉得你们这个要第一个要检讨受害者的观念必须要改变呢、欸。像是最近那个，他们不是外流吗？先不管他是不是恶意自己想炒作，我们撇开这个不谈。很多人都是说，你敢拍就不要怕外流啊。我觉得这句话是非常不道德的事情。今天我拍照，我拍影片都是自己爽，我本来就是自己私藏。大家应该骂的是要去恶意外流这支影片的人，而不是去检讨他们呢、欸。你看对面就在看实况啊，怎样被骂不爽吗？看台不代表你要去作弊，这是自己人品的问题，你还去怪李欣干嘛？你看你们看我的那个游戏内的那个聊天框框，没有什么绝对的对错，所以你觉得一个女生被性侵，对方没有对错，是这样子吗？那出车祸你也不要去跟人家谈对错啊，那你不要出门嘛，谁叫你要开车，你不开车上路你就不会出车祸啦。如果真的所有事情都是一体两面，那就不会有法律去制裁错的那一方了。法律的律法不是多数人决定的，那是因为今天事情不是发生在你们身上啊，你们都说西门被看台狗搞到很生气，那是因为不是你们啊。但如果今天是你被撞，然后对方跟你说这件事情没有对错，我不想赔偿你，你会不会生气？会吗？会吗？对不对？会吗？感谢。既然有人在看台，不然我等一下我挡一下地图好。没有，那是保护我的队友，不算我屈服啊。我要是屈服，我早就挡了。可是我的队友好像不挡也能杀人呢、欸。哎，差一点。他阿里阿里抓得到吗？抓不到。
被毒死了。那个很难支援李欣啊。残血，那边两只残血，两只残血、啊。可以可以，哇！每次都擦一下，真的是。推塔推塔，点塔点塔。了不起是不是啊？了不起是不是啊？看台狗，实力大于作弊啦！有实力的不用作弊，懂吗？看台狗。又不是，其实主要是因为又被聊天室那个激到，说什么啊，敢开就不要怕被看啊，什么什么之类的。结果我刚刚说要遮地图，我一直忘记遮，靠北。